今日我哋总共获得有七只五星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史莱姆啊，继续翻嚟玩英雄气泡啊。咁上一集啦，大家都见得到啦。咁其实啦，系工伤嚟。咁但系今集咧，纯粹系我自己咧，又继续玩落去啦，所以我就拍呢条片啦。今日系抽嘢嘅，咁因为咧，我就琴晚啦，轻货咗少少啦吓。啲限定角色我抽唔到，譬如愿望枪路飞啦、妖狐座啦、魔化嘅幽座啦，我都系抽唔到。嗰、那个机率真係好低下的，不过真係因为爱呀，唔係话爱呢个游戏本身，而係爱好多角色，真係好爱好爱，咁就冇辦法啦，好多都想要收集，咁就想抽下啦。同埋呢一隻呀，鬼虫呀，鬼虫应该要打㗎，因为鬼虫嗰个友情技係劲㗎，建议打，咁但係我唔知道片出嘅时候鬼虫完咗未啦。喂，好啦，我哋重点係抽嘢呀嘛，咁继续抽嘢啦。呢、這个要抽先嘅，五星确定券啊！咁我自己盼望会出到啲我冇噶啦，封面呢两只我都冇啦，银魂啊，同埋呢个嘅剑心啊，六谷出九咧，我都系希望有嘅，因为系好唔错啦。好嚟，今晚 baby， 开麦，开麦，好，竟然系行运超人。我虽然一无所长，毫无实力，而且一世苦碌，但系我系全宇宙最救命嘅正义英雄，行运超人一刀。点解识咸蛋超人嘅？个译名系哦，可能译名唔同啊。呢一套细个又系好中意睇噶，必杀技冇乜特别，友情技都 OK， 可以练嘢摆队友咯。好嚟啦，各位三张抽蛋券，男仔担心一阵仲会有正常嘅十连抽嘅，你见到我已经放咗3000啦，准备抽啦。咁我而家10% 会唔会就中呢？金色，金色就应该唔中啦。垃圾，开三连啦，嚟啊，三连抽咩？银色咩？我上金，上埋彩，喂，坚上彩啊！喂喂喂喂喂，三抽又一彩，呢只算好嘛？你乜水啊？木属嘅，诶，冇乜特别嘅必杀技，反击啊！嗱，反击咧，同埋减伤咧，呢啲我仲未感受到好有用啊！即系呢个 M 属性嚟嘅喎，俾人打就好开心嘅一个角色嚟嘅。嗱、有五星好好噶啦，真系唔系帮人讲说话，但系起码五星啦，好过俾埋垃圾三星。好嚟啊，十连抽，睇下 baby， 上金一定要上彩，彩彩彩 ，yes yes。一个彩，唔错啊！有啲唔重要。哦，竟然又系你啊！游戏，又系你啊！游戏 boy。嗱，我有游戏 boy 噶啦，唉，但 OK 嘅。啊，游戏我都会用佢嚟做挂队长嘅，有时，因为佢嗰个特性叫做全天候啊嘛，冇乜条件限制。好啦，嚟啊，转嘢啦，我哋。嗱，好好笑嘅，佢嘅分类咧，咁一个咧就系00年代啦，90年代、80年代嘅，咁好明显啦，咁就视乎翻你系边个年代就抽啲乜嘢啦。即系今次咧就保证五星 pick up， 咁系 OK 啦，又保证五星抽。咁但系咧，我系好想要夜神月嘅，因为夜神月可以拆弹，特别打 L 啦。如果有佢嘅话咧，系轻松打，但系而家我冇佢，系打唔到 L。啊！等先，你会冇咗画面嘅？喂，掂咯，我可以去打 L 喎！哇，佢超劲咯，我想讲佢嘅特性仲要系唔会中毒啊，加工唔会中毒，佢嘅必杀技系拆弹，友情技系令到对方中毒。哇，夜神月真系超劲，虽然好多人都有啦，但系大家会明白我成日想要啲乜我就抽唔到啲乜嗰个感觉。我咧今日已经系值得咯，我想唔抽咯。喂。佢而家又保證我再出喎，咁係咪應該繼續抽啊？
合理化煙幕，因為咁啱我做二千石，我咪抽埋佢。喂，呢、這個卡池 OK 喎，掂啦，做埋佢呢只我係想要嘅，呢只真係勁。喂，兩個五星啊！超無真拳嗰只啊，嗰只勁唔勁噶？減傷同埋令到對方功力減低，麻麻啫喎。啊，呢只麻麻地嘅，即係叫做五星咯，但係唔算話好實用咯。我覺得呢一隻真係好。哇，佢嘅主動技係一種消耗自己 HP 打到人哋，阿馬都唔認得嘅，真係好高光嘅呢只。但係友情技勁啊，我中意啊。掂啦，唔會中毒。哇，呢只真係好用。I like you， 好嚟咯，最后抽多次咯，反正佢都必出嘅，冇理由唔抽啊！因为你知啦，有时我试过抽三十抽都可以唔出五星嘅，嗰下嬲到癫嘅真系。唉，得啦，我最唔想要嗰只，俾埋我闷闷。嗱呢只我唔知劲唔劲啊，我要望一望先。喂，但系又系双五星喎、啊，喂，好好、啊、喎。喂，难得今日人品爆发啊！真系各位，好难得啊！掂啊，喂，呢、這个好用啊，爆炸范围 up 嘅，我觉得都系劲噶。喂，掂啦，佢仲要帮我消除五个黄色气泡。掂，呢个必杀技正常啦、啊，但友情技劲啱啊，做队友真系一流。哇，今日我哋总共获得有七只五星喎、啊。不过最开心一定系夜神月，咁我转头就练到去满等，打 L 有望啦，我即刻练一练去做一组队打 L， 有冇人同我组队？我谂紧咧呢只 game 我应该都会长玩嘅，我有少少想开个 group 去叫大家一起玩，不如咁啦，我开个 line 群啦，因为始终呢只 game 都系 line 嗰度有联动咧，咁喺 line 度开个 line 群可以一起沟通。一起組隊打都幾好，你睇 info box 啊，睇下你留 ID 或者點樣，咁我就去 at 你，咁我哋就可以一起組隊玩呢樣嘢，掂啊！一樣碼，下次我哋繼續玩英雄氣球，拜拜。